首先呢，我们看它是一个齿痕蛇。第二个呢，你看它的舌体非常的软，而且舌中的很多地方出现了凹陷。我们说正常呢，气有升举的作用，当脾气虚的时候，升举无力，所以舌面呢出现了凹陷。然后第二个舌苔呢，有点这种黏腻苔，我们说是脾气虚生了湿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说舌边这种浅淡，我们说它有肝血不足，为什么呢？脾气虚啊，运化不足生成的肝血不足。然后肝血不足呢，血不养神，所以就会失眠的问题。它舌根比较窄，当舌根窄的时候，往往是我们说认为它这个肾气、肾阴、肾阳都不太足，肾阳自助脾阳，它的大便不成形，脾胃运化功能弱，升清降浊出现了问题，所以那么说湿性趋下，运化不足，口干等脾气虚，津液不能上承导致的口干。胃痛呢，是因为脾胃的运化功能弱。为什么是胃热且胀呢？你想，我们说气具有推动的作用，对吧？当它脾胃功能弱的时候，它运化功能弱，舌面出现了凹陷，代表它体内的气机是壅滞的，对吧？比如正常这条路你需要10分钟走过去，现在气虚呢，你需要20分钟走过去，整个气机是壅滞的，壅滞以后什么？气滞就会出现胃胀，它的胃热，你看它的舌质不是红的，所以它的胃热什么？是一个气滞来的，是一个气虚引起的气滞，它的热不是一个实热，所以它的舌质不红，舌苔黄腻的并不明显，胃气以降为和。脾升胃降，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情况。当脾胃运化功能弱呀，它的脾肠运化功能弱，气不能从下走，所以只能打嗝让气机从上而解。以上呢，我们只是基于它的舌诊做简要分析，如有身体不适，请线下医疗机构就诊。